大人们谁懂啊？过年父母逼着我带个女朋友回家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办了。都是比较忙，三位姐现在都在这儿的，行，先都看着选。OK， 我玩儿尽情点儿，我行，麻烦了，给贵宾打个招呼来。贵宾晚上好。别说，还挺热情的。那个，这么个事儿，姐妹们，就是我找个对象。陪我回家过年，完了你看你这边谁？你有病吧？来客厅找对象。走吧，快走吧，这边还有台等着呢。贴广告的现在都这么丧心病狂吗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没招呼，不了解一下哥。不了解，不是你贴广告，你这么贴的啊？就坑我一个车贴呗。我说你车好吗？你就给你多贴点。车好，车好能。你多买点。车好能这么霍霍呀？咋的？你拿我车，你给我刷业绩卡 bug 呢呗？你哭哭，你给我贴满了。第一回干没有经验。你没有经验，多少钱一张？来，你告诉我多少钱一张。那个，啊，哥，你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真不好意思啊。啊妈，完了。